青年医生如何才能成为大医生？血压下降，血清休克，准备输血。来，帮忙按着点。弄了个。他们不是演员，他们是医院中最真实的男神女神。在我们急诊呢，就有这样的病例。青年医生为您展现医者风范。您就是这么在乎人的生死，这么在乎的每个人都可能被人丧命。我是大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今日22点，敬请关注。我是大医生。我们一开场呢，就看到有很多的食材。袁毅的身后还有一张大嘴，这是讲一个吃货的故事吗？一个吃货的故事，对，王成刚，你的自传。你自传是吗？吃货的故事，食物，口腔，那一定是跟吃有关系。我们要让袁毅打开这张嘴，给我们掏出来到底什么东西跟我们今天这个病有关系？嘴里有东西啊！哎，把手伸进来，我不会小心啊！我不会有危险吧？松手。它会咬人吗？你摸摸看。哎，这东西不动。是一个，哎呦，好沉呢、啊，好沉的东西啊！这形状有点像板砖。你这样拿出来，我好害怕、啊，袁毅。牛奶呀、啊。牛奶富含钙质和多种营养元素，早已成为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食品。而这样一种健康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竟然会和一种疾病联系起来，而这种疾病还是影响终身的糖尿病。牛奶真的可能诱发糖尿病吗？这个牛奶跟糖尿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挂一个专家号，我们请来了北京同仁医院内分泌科的杨金奎教授，有请杨教授。杨教授好。这个牛奶跟糖尿病的关系呢，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做一个限定，它对糖尿病的影响只限于1岁之内的小婴儿。岁以内的婴儿，新生儿，不是应该喝母乳吗？你比如说为了美啊，没有给小孩喂奶，或者是有些人因为缺奶，本身奶水不足。就通过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呢，摄入牛奶量比较多的地区啊，发生一型糖尿病的几率是增高的。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一型糖尿病，我们知道糖尿病呢分两型。一个叫一型糖尿病，还有一个叫二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因为它胰岛素的缺乏导致它血糖的增高。对对对。而二型的糖尿病呢，相反，它的胰岛素水平是高的，但它的胰岛素降血糖的作用是低的，还是导致血糖升高了。对对。没错，我以前看过一张图，这张图说明什么呢？盛产牛奶6月以内的小孩不去喂养母乳，而换成牛奶的这些国家，比如说芬兰，这个儿童呢患一型糖尿病的几率就大大的升高。今天看来呢，原来是这个原因。我们国家和芬兰一型糖尿病的患病情况，他们国家的患病率大概是我们国家30倍。30倍？对对对。那相当大了。对对。所谓牛奶是牛婴儿吃的，不是人的婴儿吃的。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这个牛奶蛋白啊，它和人奶的这个蛋白质是不一样的。牛奶这种所谓的异型蛋白，我们身体呢就把这种蛋白作为一个攻击的对象，就产生了免疫反应。免疫反应。这个蛋白长得又奇怪，它和人的似乎又相似，跟胰岛的蛋白相似，跟胰岛的蛋白有点像。免疫系统啊，在攻击这个外来蛋白的时候，就顺带的把自己的胰岛又破坏了。也就是说，小婴儿在吃入这种牛奶以后，他身体里面产生了一种反应，他本来想攻击这种喝进来的牛奶，对对对，但是他顺便把自身的胰岛细胞也攻击了。对，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这个一型糖尿病发生。而且最早的就6个月就发病，大多数都是在4、5岁就发病。那一旦得了一型糖尿病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他要终身用外源性的胰岛素来替代，也终身要打胰岛素。对对对。所以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它是生命的依赖，就如果说没有胰岛素，它的存活时间不到3年。那为了妈妈和宝宝的健康呢，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母乳喂养。王成刚，将来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一定不要让他喝牛奶哦。对，我一定会让他喝我老婆的奶。那袁毅，你再去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吗？你的表情好诡异呀、啊！怎么？摸到什么了？东西被你偷走了吧？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就对了。这次呢，袁毅什么都没有摸到，就是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缺少了一样东西，就是早餐。什么都不吃也会成为糖尿病的一个诱发因素。不吃早餐，
是糖尿病的一项诱发因素。这个不吃早餐的危害有很多，这我们都听说过，但是不吃早餐和糖尿病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系？哎，我们也在场外做了一个实验。是否吃早餐会对人体内的血糖值产生影响吗？为此，我们通过两名志愿者进行了对比试验。一号志愿者是一名退休教师，有着规律的饮食习惯，早餐自然必不可少。二号志愿者拥有自己的洗衣店，起床后便开始忙碌的工作，常常顾不上吃早饭。经过一上午的工作和活动后，在午餐前，我们分别对两名志愿者进行了血糖检测。检测后竟然发现，吃过早餐的志愿者血糖值为5.4，属于正常范围，而没吃早餐的志愿者血糖值竟然高达7.0，超出了正常范围。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的一项研究，他们呢就对这些受试的人群呢进行了一个试验，每间隔一天的时候不吃早餐，不吃早餐的这一天，跟那些照常吃早餐的这一天的血糖相比呢，它的胰岛素水平跟血糖都增加了，就提示哈，这个不吃早餐确实对这个血糖有不利的影响。我不吃东西了，我这血糖反倒比平时高了，似乎听起来很难解释。其实人体啊是有一种保护性机制，血糖低的时候就会使一些升糖激素增高，这种升糖激素过高，那也会使我们的胰岛素水平相对偏高，就会导致胰岛素反应的下降，或者说胰岛素相对来说不敏感。不规律的进餐，特别是不进早餐，那么会导致机体啊血糖偏高，长期这样呢就把我们的胰岛素水平或高或低。对，王振刚要小心了，你是不是经常不吃早餐呀？对，早上起来太忙了。我觉得你不吃早餐是因为你太懒了。比如你早上起来不吃早餐了，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内血糖就得不到供应，为了供应你的血糖，你还要去工作呀，经过一系列的反应让你的血糖升高。对对。但是这种反应呢就会打破我们以往的平衡，最终可能会影响我们血糖的水平，导致一个糖尿病的发生。所以懒一定要不得，早餐还是要吃。不但要吃早餐，好，吃什么早餐对那些已经得了糖尿病的病人来说也非常重要。李医生你吃什么？喝粥。对。主食呢？馒头。栾医生呢？我早上起来喜欢吃油饼啊，或者是油条啊，这种炸的东西。袁医生。我啊，我肯定会选苹果啊，女孩子为了保持身材，而且苹果里面含有很多丰富的维生素，对皮肤啊，对我们的胃肠系统都有好处。只吃苹果啊？只吃苹果啊。哎，你们这些人太冰饱了，前一天的晚上的米饭之类的你打包回来，第二天早上拿热水去泡一泡，这样很方便的。我就知道没时间去熬粥。很多人每天早餐只有一个苹果，您觉得这样对这个血糖或者是对糖尿病有什么影响吗？这个水果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单单吃一个苹果当早餐不是一个合格的早餐。首先它营养成分不全面，摄入量不足。您说的没错，我通常到了上午10点钟的时候就觉得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等于是和没吃早餐有点相似了。对于糖尿病病人更不行了，对于普通人而言呢，在吃水果的同时一定要再吃一些其他的主食类的。就我们现在桌上摆的这些东西，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最佳的一个早餐的组合呢？究竟什么是对血糖平稳更有益处的早餐？杨教授带来了一套特别的早餐，开水泡饭加饺子。这与人们生活中早餐经常食用的大米粥加包子的组合，看似同样是干稀搭配，却能使血糖变得更加平稳。为了验证两组早餐对血糖变化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我们来到了一名志愿者家中进行对比试验。第一天，他的早餐是定量的大米粥和包子。我们在餐后的固定时间进行了血糖测试，测试结果为5.0，与餐前的空腹血糖3.4相比，上升了1.6毫摩尔每升。第二天，我们把早餐替换为定量的开水泡饭和饺子。同样在餐后的固定时间进行了血糖测试，测试结果为3.6，与餐前的空腹血糖3.3相比，仅上升了0.3毫摩尔每升。
因此我们发现，选择开水泡饭和饺子作为早餐，可以避免短时间内血糖迅速升高的情况发生。粥它吸收的非常快，所以对血糖的影响就特别明显。或者说用一个专业名词叫升糖指数，它的升糖指数要高。开水泡饭呢，消化的过程要长一些，糖吸收要慢一些，升糖指数要低一些。也就是说，同样是米和水，那么这熬出来的粥，它升糖的作用是非常快的。它的升糖指数，葡萄糖是100的话，那稀饭差不多是90，接近纯糖的一个升糖的水平。原来粥由于熬制时间很长，更容易被人迅速消化吸收，导致血糖水平急速升高。建议糖尿病患者和血糖偏高的人群改喝开水泡饭，以延缓升糖速度。对，一个是饺子，一个是包子。那么唯一不同的呢，这个饺子我们都说是个死面的，对，而这个包子是发面的。它们对血糖有什么样的影响？饺子呢，升糖指数要稍微低一点，包子呢相对来说升糖指数还是偏高，大概在80左右。陈刚选择的那个馒头和我选择的这个油饼相比的话，那个是发面的，这个是死面的，那应该说它那个升糖应该更快一些。对，越是蓬松的食品，咱们做的很烂的食品，升糖的速度就会越快。对对对，对于这个糖尿病人，我想这个煮粥啊也有一定的讲究，因为米里面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厨神嘛，所以呢我对各种米还是很有研究的。实际上米啊大概是分三类的，第一类呢是精米，精米呢就是比普通的大米啊还要更精致一些，它这个呢吸收起来特别的快。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嘛，为什么白白胖胖的呢？都是因为吃的就是精粮嘛。这种呢，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大米，处于一个中档的水平。我们所说的一些糙粮，紫米啊，这个就是糙米。不同的米是对于我们血糖不同的影响的。精米它升糖指数较高，这种糙米或者说杂粮米，绿豆啊、红豆啊，再放一点，它的升糖指数就会降下来。所以我们平时还是要多吃点杂粮，对对，不要光吃这种精粮。如果就米而言的话呢，那米饭要比稀饭升血糖要慢一些，对糖尿病人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介于这个米饭的口感呢，大家早晨起来都觉得它太干了，变通一下，把它做成这种像王成刚这种懒人做的开水泡饭是很好的，也可以添加一些杂粮跟粗粮，我们熬成稀饭也是一个变通的办法。就面而言呢，发面比死面升糖要快，所以我们尽量的推荐是要吃死面做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饺子，比如说像馅饼。不吃早饭将导致激素紊乱，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在早饭中建议用开水泡饭、饺子等升糖速度慢的食物替换升糖速度很快的粥和包子。那么下一样能够吃出糖尿病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大嘴里面第二样跟我们这个糖尿病发病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袁毅给我们打开一下。摸到了，哎，这个东西哈，方形的，这是什么东西？金属。哎，这是一个铁疙瘩吧？没错，铁。好，吃了这个铁，当然了，吃了这个铁之后肯定会有病的，好吗？这有病的人才去吃这个铁，好吗？糖尿病跟吃有关系，哈，很多病人的糖尿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但是呢，大家可能想不到，吃入过多的铁也会增加你比如糖尿病的风险。因为呢，我们过去的时候啊，营养成分摄入的不足，很多人都存在缺铁的问题哈，特别是女性朋友。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完全另外一个内容。目前哈，从大家的这种营养充分的摄入的情况下，我们为了避免得糖尿病，要尽可能的减少铁的摄入。我们不贫血的情况下，不必要摄入过多的铁，对，反倒是对于糖尿病的发生是非常不利的。对，这个铁怎么就会引起糖尿病的发生呢？补锌、补钙、补铁，这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话。在缺铁引起贫血的铁律威慑下，孕妇、婴幼儿、中老年人都多少会吃些补血的富含铁元素的食品，甚至一些挺健康的年轻人也时不时要补铁一下，以求心安。但最新的研究发现，中老年人群机体铁含量越高，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越大。一般人群已经从怕贫血转变为怕高铁，体内铁过量变成了糖尿病的重要诱因。怕
哈佛大学工卫学院呢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研究，他们对超过30,000名的护士进行了一个超过10年的一个随访，那么就发现呢，这个血液里面铁蛋白的含量是导致这些护士新发糖尿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这种铁含量增高就会导致你糖尿病发病风险的增加。通俗的讲就是说，如果你摄入过多的铁的话，就可能诱发糖尿病的发生。袁医生先咬一口煎。为什么是我？我没有吃金属的习惯，只有像你这么怪异的人才可能吃这么怪异的东西。所以大家都看到了，连袁医生都不肯吃，广大的观众怎么会去吃呢？连王成刚都不肯吃，观众朋友就更不会去吃了。实际上我们这些所说的过多的铁元素就隐藏在我们下面的这些食材当中。那么这些食材当中究竟哪一样铁的含量比较高呢？成年人每天需要铁元素12至18毫克，如果长期过量摄入铁元素，将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那么哪些食物中富含大量铁元素可能引发糖尿病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它们吧。肝儿吧？肝吗？对，动物的内脏。这个是鸭血之类的东西。瘦肉，瘦肉。这是红糖。这个是麻酱，芹菜，菠菜，这个看起来毫无联系啊！这些呢，里面都含有不同含量的一个铁，大家猜一猜哪种食材里面的铁含量最高？中国人有一个叫吃什么补什么的一个习惯，对，所以很多贫血的人他首先选择的是鸭血，没错。西医有时候会推荐病人吃这个动物的肝脏。这些食材的重量呢，都是100克。我们看100克不同的食材里面到底含铁的含量是一个什么样的？那是鸭血，鸭血果然是很高的，100克鸭血含有铁元素是30.5毫克。肝的含量是每100克里面含有22.6毫克。这个含铁量差别很大，这个只有2.6毫克。吃肉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含铁量跟它的颜色有关系，如果新鲜肉颜色越深，通常说明里面含铁是比较高的。鸭血，这个血是最红的嘛。再就是这个动物的内脏，那么再次呢就是动物的瘦肉，瘦肉它的颜色也是发红的。对肉来说，越红的肉它的这个含铁量应该是越高的。对，鸡肉它的这个颜色就很浅，所以它的含铁量应该是比较少的。更低的是鱼肉，鱼肉那就更白了，鱼肉里面含铁量就更低。我看同一种动物身上应该含铁量的部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鸡肉而言，鸡大腿儿切开了之后其实颜色还是挺鲜红的，那么鸡胸脯肉呢感觉就白白的，它的含铁量小于鸡大腿的。咱们也不能忽视蔬菜的作用啊。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动画片叫大力水手。大力水手吃菠菜，那我们看这个菠菜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呢？它的含铁量也只有2.7毫克。好，我们看芹菜，它的这种含铁量呢要高于菠菜，它是9.6毫克。鸭血含铁量为30.5毫克每百克，猪肝含铁量为22.6毫克每百克，蔬菜中芹菜含铁量为9.6毫克每百克。而成年人每天需要铁元素仅为12至18毫克，长期大量摄入上述高铁食物，将可能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其实，在生活中还有一样令人意想不到的含铁食品，它是什么呢？这什么大家都知道吧？芝麻酱。芝麻酱，这个好像跟铁大家以前都联系不到一块儿，没有想过芝麻酱里竟然含有铁离子。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生活水平没有现在这么好，妈妈最喜欢给我做的早餐就是馒头片儿，蘸上芝麻酱，再撒一点白糖，那个是家的感觉。陈刚还不赶紧下了节目，赶紧买点白糖，买点馒头片，这样太没创意了，跟他妈是一样的。如果是我的话，先给袁医生这么漂亮的女孩吃东西的话，一定要吃馒头蘸豆腐乳，怎么样？陈刚可能不想给你吃馒头片蘸麻酱了，是有他的道理的。陈刚，你给大家揭示一下，这100克的芝麻酱里面到底含有多少铁？是所有食材里面最多的，58毫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芝麻酱里面含铁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如果有糖尿病危险因素的话，那么就应该减少这些铁元素的摄入，那么就应该避免吃，首先就是芝麻酱最多了啊，鸭血、内脏，这都是含铁非常多的东西。对，那么这个芝麻酱，我们说冬天很多人吃火锅要用这个芝麻酱做调料，
这个芝麻酱里面的脂肪成分也是很多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这个芝麻酱的量。嗯，那王成刚你要注意了，你看啊，你冬天吃火锅爱涮那个血豆腐内脏啊，你都爱涮，然后再加上芝麻酱，这三样加起来铁可不少哎，就好不了了呗。这是真的要少吃。你不得糖尿病，谁得糖尿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从小好像家里人都用铁锅，因为呢大家都有个共识，就是用铁锅炒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铁。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带来一个铁锅，过去大家都认为呢，做菜的时候如果是用的是铁锅的话，会铲掉部分铁锅上的一些铁的物质，那么这些跟这个食物混合在一起，把它变成一些铁离子被我们身体吸收。那么这个到底会不会让我们吸收的铁元素过多呢？我们不妨做一个实验，看看利用这种铁锅炒菜，它的这个菜里面铁元素的含量是不是明显的增加了。铁锅是否真的能让菜中增加铁元素，而无形中让我们身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呢？为此，我们分别用普通炒菜锅和铁锅炒制了一道常见家常菜，并把两份样品送至实验室进行了科学的检测。首先，实验人员对送检的两份样品进行了打碎处理，并分别贴好标签。在称量处，从两份打碎后的样品中各取0.5克，并注入比例为7:1的混合酸进行消解。最后经过转移定容，放入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来检测两份样品中的铁元素含量。结果显示，普通锅炒制的菜里面铁含量为每百克1.1毫克，而铁锅炒制的菜里面铁含量为每百克1.5毫克，确实增加了0.4毫克左右。看来使用铁锅炒菜确实会增加菜中的铁含量，将可能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些食材呢，如果我们知道了之后呢，哪样食物比较高，我们大不了就不吃。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办法察觉，原来它里面含有的铁元素也是非常高的，就是这个水啊，矿泉水。这个水呢，是从你家里的饮水机里接出来的。你怎么会偷偷进入到我家去了？这个呢，是我委派编导去了你家，从你家的饮水机里抽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大家呢，为了补充这个微量元素，都愿意去喝这个矿泉水。而且呢，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喝这个纯净水，因为里面没有含矿物质，所以它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尽量的都去喝这个矿泉水。但是我们只对于这个铁元素来讲，喝矿泉水，喝一升的矿泉水，就相当于摄入了3到4毫克的铁。家里面的饮水机啊，都换成这种矿物质饮水机的话，你不知不觉每一天都在有这种微小的摄入，一定会存在这个铁元素过量的风险。在我国，绝大部分人群体内含有足量或过量的铁元素，如果再大量摄入动物内脏、血液、红肉等富含铁元素的食物，将增加罹患糖尿病的危险。接下来，大医生为您独家推荐降血糖饮食三大法宝。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吃出来的疾病，总热量过多呀，或者是过多的使用这种含糖量高的食物，可能会诱发糖尿病的发生。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有什么饮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平稳一点，不要波动的那么激烈呢？有些时候我的确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一些辅助作用。那今天我们杨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三餐前、三餐后，还有零食。我以前都知道那个糖尿病病人是不让吃零食的呀。你是三餐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我们认为是零食的东西，是可以的。好，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为什么要给糖尿病人推荐巴旦木这种零食啊？我看到呢，台北进行了一项研究，那么他们就把这些糖尿病人呢，按照这个一个基础的饮食方案摄入，那么有一部分人呢，同时摄入了巴旦木，那么这个巴旦木它占的这个全身热量的摄入的一个比例是20%，那么这些受试对象，他的这个血糖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普通人，还是建议每天有少量的坚果类的食物。坚果类的食物所含的成分，其中有一种是别的不能代替的，就是微量元素。有很多的基础研究已经证明，微量元素的缺乏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除了一般老百姓知道的糖尿病人缺少胰岛素之外呢，糖尿病人的体内还缺少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对，镁元素。除了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钙、钠、
钾这几个微量元素之外，第四大微量元素就是镁，它对于我们的机体代谢、机体功能是不可或缺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食物里面含有这个镁元素呢？除了巴旦木之外，豆类蔬菜中也有一些含有镁元素的食材，比如黄豆、油菜。究竟在这些食物中哪种含镁最高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对黄豆、油菜以及巴旦木中的镁元素进行了科学的检测。实验人员首先对三份送检样品进行了检测前的打碎处理，并分别贴好实验标签。打碎完成后，我们将三份样品送至称量处进行了标准称量，随后注入比例为7:1的混合酸进行消解，随后经过转移定容，放入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来检测三份样品中的镁元素含量。结果显示，巴旦木含镁量最高，为每百克284.5毫克，其次是黄豆，每百克242.4毫克，而最低的是油菜，每百克仅有35.4毫克。这种巴旦木的零食，如果它对我们血糖值影响很小，而且呢它又可以占据一部分我们的胃，也就是说让我们可以三餐吃的少一点，这种零食当然是好的零食。但是怎么区别这个，我看着怎么像杏仁啊？实际上从外表上你能看出来，这个是包了壳的，如果没包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巴旦木啊它是非常容易裂开的，杏仁是不会裂开的。而且呢从形状上，巴旦木的那个核呢，它一头尖一头圆，带壳的杏仁啊它两头都是尖的。而且这个巴旦木呢主要产在美国，80%都在美国。美国加州巴旦木的这个外壳呢可能会裂开的，不同于这个杏仁，就从杏仁本身的这个形状上来也能够看出跟巴旦木仁的一个区别。这个杏仁呢更接近于心形，而这个巴旦木呢更细长一些。研究发现，糖尿病人体内普遍缺乏镁元素，因此适量食用富含镁元素的坚果，尤其是美国加州巴旦木作为零食，将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其实有一种物质配合镁元素一起补充，更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它究竟是什么呢？为了让镁元素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帮手。我们不能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微量元素，钙。一直以前我们提倡的牛奶里面还有钙，所以王成刚就是一边喝奶一边吃巴旦木，是吧？有点创意行不行？我肯定是把巴旦木泡在牛奶里，这样当粥喝嘛。这个西方的早餐的确是牛奶泡麦片，旁边会放一些巴旦木啊，或者是其他的坚果，碎的果仁，对对，碎的坚果仁，对，有一定的道理的。食用巴旦木加牛奶的组合作为早餐，不仅能让牛奶中的钙质更好地促进镁的吸收，同时也发挥了巴旦木能够减缓饥饿感的功能，使一上午的时间不会感到十分饥饿，从而减少了午餐的摄入。而巴旦木对于饥饿感的减缓效果究竟有多少？我们找到了三位快递员进行相关试验。今天为他们提供的早餐是同等重量的蛋炒饭，不过在第三份早餐中我们加入了适量的巴旦木加牛奶，同时保证三位快递员的早餐重量相同，用来观察食用者的相关情况。在工作室，三位快递员领取了各自的早餐并进行食用。早餐结束后，我们分发了饥饿记录本，用来记录上午他们在每一个整点的饥饿程度。随后他们出发工作，开始了忙碌的工作活动。最终根据三位快递员的饥饿记录，我们发现早餐中含有巴旦木和牛奶的快递员一上午的饥饿程度明显低于其他两位食用普通早餐的快递员。那么零食我们说完了，三餐前应该吃点什么呢？三餐前，哎，咦，黑乎乎的什么东西啊？人一知道是什么呢？闻出来了。知道了，咸菜。我闻一下，闻一下。卖相虽然不好，但是用它炒菜做饭呢，味道还是很赞的。这不是老鼠屎吧？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豆豉。没错，豆豉你们都喜欢怎么做呀？豉油麦菜。对呀、豆豉油麦菜，对，这是最常见的。
那豆豉对我们维持血糖的平衡有什么好处啊，杨教授？豆豉里面所含的一些成分对于血糖有一定的辅助性的降糖作用。那么豆豉是不是能够降低血糖呢？我们做了一个场外的实验。豆豉是我们日常饮食中常见的一种发酵豆制品调味料，除了在烹饪中调和味道外，它真的有降血糖的功效吗？我们请来两名测试者实际检验一下。首先，我们测量了两位测试者的空腹血糖。第一位测试者的空腹血糖值为 5.8， 第二位测试者的空腹血糖值为 3.8。 接下来，我们让第一位测试者吃下 0.3 克豆豉，第二位测试者不食用豆豉。30分钟后，两位测试者同时喝下等量相同浓度的葡萄糖水。休息30分钟后，我们再来测一下他们的血糖值。空腹血糖值较高并提前吃下 0.3 克豆豉的第一位测试者，在饮用葡萄糖水30分钟后，血糖值升高到 10.7， 上升了5毫摩尔每升。而空腹血糖值较低的第二位测试者，血糖值升高到 10.2， 上升了6.4毫摩尔每升。两名测试者的血糖值差距缩小了。由此可见，餐前食用 0.3 克的豆豉确实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糖。虽然这么点的量还真的管用哎。其实豆豉呢，在我们中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传统。那么据汉刘熙在《释名释饮食》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豉是也，五味调和，虚之乃成，故其人谓豆豉，生同豆豉也。”听不懂，复杂。太佩服了，李医生。在中医里面，豆豉是可以入药的。维 C 银翘丸里面就有这个豆豉的成分，豆豉里边还有很多的抗氧化酶，所以对于美容保健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让我干吃这个黑黢黢的东西，我觉得实在是有点难以下咽，我还是宁可把它做成菜。对，做成菜。其实袁医生，你可以把它放在早餐里面的粥里面当咸菜吃嘛，也挺好的。哦。一次呢，大概是推荐用0.3克，其实也就是3-4粒那个豆豉的豆子。在三餐前食用3-4粒豆豉，可以帮助调节血糖。那么，下一种帮助调节血糖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呢？那说完了餐前，哈，我们推荐少量的吃一点豆豉。那么餐后吃什么好呢？来，你看看，杨医生带来了餐后，这是什么？哎，这什么汁儿啊？这是啊？你怎么老毛病又犯了？我们留给现场的观众来尝一尝，这是什么？尝一点之后，来先说一下是什么味道的，什么口感的？味道甜甜的。甜的，阿姨呢？感觉像苹果汁儿。感觉像桃汁儿。桃汁儿。好，谢谢二位。到底这是什么汁儿呢？这种水果呢，其实我们平时很少见到。我手里呢，现在就有一个。梨。梨呀、啊，当然不是梨了。你看梨哪有这么丑啊？这个水果只有在热带才能见得到。这个东西在台湾很多，台湾上面作为一个减肥水果推崇的叫番石榴。刚才有一位观众说它的口感有点像苹果哈、啊，但它跟苹果比较起来确实有很多好处。首先，它的这个脂肪的含量要少38%，它的热量要少42%，所以呢，它在台湾被称为一种减肥的水果。为什么从王成刚手里拿过来的番石榴都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啊？袁姐，这个番石榴如果切开的话，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闻起来，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臭味，还真让你说对了。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鸡屎果，而且它的外表呢看起来还有点丑陋。越是这种丑陋的，越是光滑的这种番石榴的，实际上质量是越好的。番石榴呢有一定的辅助性的降糖作用，相比较而言，这种水果。它对糖代谢的好处要优于其他的水果。番石榴究竟对血糖的影响程度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个实验。餐后喝下这样一杯番石榴汁，对血糖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找到患有糖尿病的乔阿姨和她的弟弟，血糖值正常的乔先生，来做一个实验，看看番石榴汁分别对糖尿病人和正常人的降糖效果如何。第一天，我们在乔阿姨和乔先生的午饭后2小时，记录下了他们在餐后没有饮用番石榴汁情况下的血糖值。乔先生为8.4，患有糖尿病的乔阿姨血糖值为12.6。第二天，两人食用了同样的午饭过后，立即喝下一杯番石榴汁，
两个小时后，我们来测试他们的血糖值。乔先生的血糖值为7.3，比第一天的餐后血糖值明显降低。乔阿姨在餐后立即饮用番石榴汁的情况下，血糖也由前一天的12.6降低到9.6。在一项临床研究中显示，2至24个月的治疗观察期中，给病人服用含有番石榴提取物的片剂后，糖尿病患者的总血糖下降20%以上。像番石榴这样的水果，升糖指数比较低，对糖尿病人来说首选的水果之一。这是一个南方的水果啊，那我们北方能买到这种番石榴吗？如果袁医生你喜欢吃，王成刚一定可以给你买得到。好贵的大哥，南方的水果运到北方运费就几何呀。实际上市场上有一种东西呢，可以代替这种番石榴的功效，而且很容易找得到，价格又便宜。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番石榴汁糖分会很高，因为这是鲜榨水果汁。我给大家推荐的这种东西呢，它的糖分就低，而且更容易买到。袁一同学，我可以无限制的供应你吃一天。好抠门啊，连鲜的番石榴都不肯给我买。他要给你买的就是它。还是这种颜色的东西，你就拿这种廉价的东西来打发我呀？其实这是高级货，只是你不识货而已。梁教授，我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可能？番石榴茶。番石榴做的茶。番石榴做的茶。它的作用呢是和番石榴是接近的，好处就是说里面含糖量比番石榴还要低，它保留了番石榴的降糖的一些辅助的作用。其实我们袁医生啊，想要的不仅仅是你内涵，人家还要卖相。说起来这个外观呢，其实挑番石榴也是有讲究的，它熟了的情况下是一种黄白的颜色，但是要挑它那个泛着青头还比较硬的时候，因为它保存时间非常的短，一旦就是它已经泛黄了、发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很快就会烂掉。这种的卖相是最好的，就是它清理透着白，手感又比较坚实。那么这个时候拿回来一两天，你吃是非常好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番石榴里面呢是含有一种成分叫鞣酸，那么鞣酸呢可以造成我们胃液的稀释，影响我们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强调，这个番石榴或者是番石榴汁一定是在餐后服用，千万不能空腹服用。补充钙镁，餐前吃豆豉，餐后吃番石榴，可以有效辅助调节血糖。接下来大医生独家揭秘降糖饮食三大妙招。陈刚吃的速度慢一点啊。好吃啊。好吃归好吃，但是你知道吗，对于那些血糖已经升高的人，还有那些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其实影响血糖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你吃饭的过程中。吃饭的过程中，哎，我们之前都是说吃什么可以控制我们的血糖，那么你的意思是吃饭的方式也会影响血糖？没错，怎么吃也非常重要，也就是呢吃饭的方式。那么吃饭的方式选择对了，就可以明显的降低你的血糖。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式呢也不复杂，只有三招。要你这么说，只要三招就能让血糖降下来，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招数，那我们还真要好好学学了。那这三招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们做了一个测试，我们看一下。这结果还真的是蛮神奇的，李医生，下降这么多啊，就是凭这么简单的三招就把血糖降下来了。那我们好期待到底是什么呢，这三招。对，我们赶快来揭晓一下谜底吧。第一招，欢迎收看由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大医生》。那我们好期待到底是什么呢，这三招。对，我们赶快来揭晓一下谜底吧。第一招，三十，少吃多餐，一天吃30顿，一顿饭要吃30分钟，一顿饭要吃30碗米饭。大家别猜了哈，这个可能大家想不到，我们建议大家一口饭要嚼30次，30下，给大家演示一下，嚼一个巴旦木，用30下，这么小一个东西要嚼30次，好。我一口就咽下去了。这个陈刚要吃一顿饭，那要花多长时间呢？5、6、7、8、9、10、11、12。这个巴旦木确实有一点小哈，但是我们实际上在嚼馒头、嚼米饭啊，或者是嚼菜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多嚼一些，多次的咀嚼呢，来达到一个延长进食的时间，延缓血糖升高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以后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为了互相的健康，就是1、2、3、4。至少陈刚要改变吃饭的习惯，
像你那狼吞虎咽，几秒钟一顿饭，那不行。对，我估计我吃一顿饭30秒就差不多了。对啊，对啊。其实不光是陈刚，我们在医院工作的很多像医生啊、护士啊，对，这盒饭一过来，大家一锅蜂哈，都饿极了，然后呼隆呼隆，几分钟就饭就下去了，就是让你放慢进食速度的一个理念。我们吃每一口食物的时候，多咀嚼一些次数，真的可以对血糖有效的控制吗？那好，我们不妨呢再看一下这家人延长咀嚼的次数对血糖的影响。我们看一下测试的结果。第一天，陈阿姨的早餐是一块发糕、一个鸡蛋、半根香肠、蔬菜和粥。陈阿姨吃饭速度很快，搭配丰盛的早餐很快就吃完了。我们截取陈阿姨从7:30起床后的血糖值曲线来看一下，餐前的空腹血糖为4.4，随后曲线开始上升，大约过了8分钟，在陈阿姨吃完早餐的时候，血糖值又继续上升。早餐迅速结束后，陈阿姨在上午放松的时段，血糖值在餐后1.5小时左右出现了峰值6.3，随后停止了上升。在曲线上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小高峰的出现。第二天，就不再上升了。对比可见，采用了多次咀嚼方法进餐，血糖值比前一天上升平缓，而峰值要低于第一天早餐后的血糖值。缓慢的一个咀嚼哈，多次的咀嚼，它的这个血糖的一个上升的曲线变得平缓了，没有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血糖上升的一个峰值，还是有对血糖有很好的影响。那像陈刚那样吃饭哈，狼吞虎咽，因为你的这个摄食的速度过快，你身体里面的胰岛素来不及分泌，那么就可以使你的血糖快速的达到一个峰值。而如果我们这个减慢进食的速度哈，延长进食的时间，就可以给胰岛素的分泌一个时间，胰岛素分泌上来了，控制你血糖的一个上升的幅度，因此呢就不会造成你体内明显的高血糖。一定要把这个狼吞虎咽变成细嚼慢咽。第一招这么简单，就这么有效，我十分期待第二招，看看是什么。菜大家都知道对我们身体有好处哈。每天呢，每个人的蔬菜摄入量应该是在1斤左右，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这个菜怎么吃是有学问的。那我想问一下袁毅哈，我看你这么苗条，是不是平时吃菜吃很多呀？其实说来惭愧，我吃饭呀，真的没有那么讲究，而且我们大多数吃饭的时间是比较赶的，菜和肉啊，包括主食拌在一起，也不分先后顺序就吃进去了。这个和我很像，咱俩是真的是很有缘分。怎么所有的女主持人都跟你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这人生处处充满爱。这个吃菜和吃肉的顺序对血糖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再看一下测试的结果。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天午餐时段的对比。经过上午的休整，陈阿姨在午餐前的血糖值降低到了5.2。第一天的午饭十分丰盛，陈阿姨的一餐吃下了半个丸子、一个鸡腿、部分蔬菜沙拉和其他菜品。而在午饭结束后2小时的午睡期间，陈阿姨的血糖值上升到了8.3，随后停止上升。第二天的测试准备了与第一天相同的菜品，我们让陈阿姨尝试了第二种降糖方法，先吃一部分蔬菜沙拉之后再开始吃其他食物。我们观察第二天的血糖变化曲线，同样是在陈阿姨的午睡过程中，血糖开始平稳缓慢的上升，从餐前的5.1上升到了7.6，波动要小于第一天的血糖值曲线。血糖的曲线明显的平稳了，而且也没有明显的波峰波谷的波动，说明呢这第二招又成功了。从降血糖这个角度讲呢，建议大家先吃蔬菜再吃肉菜。这个跟一般的上菜顺序不一样，李医生，一般的上最好的哈，最后了来蔬菜，果盘都是放到最后的。为什么我们推荐先吃蔬菜？蔬菜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那么膳食纤维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会附着在我们肠道上，造成我们肠道的一个肠液的粘稠度增加。这样一层粘稠的物质呢，附着在肠道上的一个结果，就是阻止了血糖的一个吸收。它的降糖的作用也是来自于它这种膳食纤维。你先吃了这个蔬菜，等于在你的肠壁增加了一个保护膜，防止你以后再吃进去的肉啊，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引起的这种血糖的升高。那么我们赶紧看第三招到底是什么。欢迎收看由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大医生》。那么我们赶紧看第三招到底是什么。洗澡，李医生你在开玩笑吗？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习惯，但是确实国外我看日本他们有一些相关的推荐，在饭后洗一个热水澡。洗澡到底对血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测试的结果。这是陈阿姨两天晚餐时间监测的血糖值曲线图，我们看到第一天晚餐进行时血糖值开始上升，而在用餐过程中两天血糖值相差不大。陈阿姨晚餐只是简单的吃了炸酱面，而第二天晚上我们没有提醒陈阿姨多次咀嚼。在相同的进餐基础上，我们来看看陈阿姨夜间血糖监测的曲线。第一天晚饭后，陈阿姨早早地睡下了，而血糖值也在陈阿姨的睡梦中悄然上升，夜间一点到达峰值。而第二天，陈阿姨在吃过晚餐一小时后，尝试了我们的第三个降糖方法——洗澡。热水澡过后，陈阿姨看了会书，便关灯睡觉了。从血糖监测曲线上可以看到，第二天十点，血糖开始下降，并显著低于第一天的血糖值。洗澡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糖有一个非常好的控制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这个洗澡啊和其他的像这个散步啊，它一样都是一种消耗热量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消耗掉的就是血糖。那么因此呢，我们建议是在餐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进行这样一个轻度的体力活动，或者是一个热水澡。欢迎收看由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大医生》。三招加三宝啊，就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值变得平稳了。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我是大医生》，我们下周一周二晚上十点再见。他们在厨房里随处可见，竟成了能够导致癌症的毒物。肿瘤的发生呢，就是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这些毒啊，有可能就隐藏在我们家里边。隐藏在食物中的超级元素能够杀死癌细胞。好，袁医生。哇，很有杀气的味道。大医生让吃变成您强有力的抗癌武器，合理的搭配，抗癌的功效就会加倍。北京卫视下周一晚22点，《我是大医生》，敬请期待。